大家有看到这个擂台不是梯子，这个一个走道，对不对？我没有看什么音准，对，这种艺术东西哦，它是绝对是为真为善为美，真善美。是我的女儿来唱，唱的不好，我也不会说她不好。不是为善为美的部分在哪里？有味道，好不好？要有味道，因为音准是不是现在很多？这个录音室可以调整，直接可以调，可以 Q 了。我谁都可以唱。其实现在科技非常的进步，即使你在唱 live， 他就可以先帮你调。对，唱现场也可以啊。对呀，直接现场。那介绍我认识，那就没有音痴的问题啦。小胖 ，Oh my， 玉群，跟过去一样，他骑着摩托车来到摄影棚。摘下他的安全帽，直接登台。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，想要飞。却怎么样也飞不高，也许有一天我栖上了枝头，却成为猎人的目标。我飞上了青天，才发现自己从此无依无靠。每次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总是睡不着，我怀疑是不是只有我的明天没有变。我是一只小小
还输给若彤。哎呦，但是刚刚中间有到101啊，站才讲话，为什么还输给你0.0几？差在哪里？他的缺点在哪里？没有，他超棒，超好看。你给他指导一下，他超棒，只是你比他更棒。你给他一点指点好不好？对，指点。Oh my god！ 对，超棒，我刚刚起鸡皮疙瘩，赞。太像了。小胖就是个唱歌机器。真的很精准，他真的非常精准。Singing machine， 总是有个歌姬啦。对啊，当中最杰出的一点，他们永远比不过你了。就是说这一首歌这么激烈，整个那么高亢，唱完之后发型没变。哇，他没有乱掉，真的冲出来，完全跟不上，看不到你的车尾灯啊。发型是用了半罐发胶，这个一定就会飙唱啊，或干嘛？这个安全帽，这顶安全帽要买，对，一定要。